说，侍奉他我心甘情愿，唯独辜负了大哥，他交给我的差事办砸了。为了那孽畜，老大王定是做了什么蠢事，这个秘密恐怕都在那扇门后面。那小小鬼车不在话下，老子是故意让他记仇。你是个顶好的猴头，他千万千万不要舍本辱没。